好的，那我今天介绍一个多功能的绑带。这条多功能的绑带呢，它的用途实在是非常的广泛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它可以拿来勾口罩。我们戴口罩的时候呢，就不用再经过耳朵。好，像这样轻轻的把它套上去。好，戴的时候呢，我们下面就抓紧，好，下巴抵住。口罩往后抵在我们上头部，然后调整位置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口罩的绑带呢，它没有经过耳朵，所以在长时间的使用下呢，你耳朵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好，这条多功能的绑带呢，它可以干什么用呢？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避免这个汤汁呢不小心沾到衣服，所以我们可以把餐巾纸呢。别在我们的上面哈，前面挂一个挂钩。好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把我们的餐巾纸呢，勾在我们的挂钩上面。好，这样夹上去。好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。我们就可以不会的那个粘到衣服上面，像我们这样眼镜的绑带呢，像我这样子穿在上面一样可以使用，不用之后呢就放在胸前，好，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好，像这样子。那我们听音乐的时候用耳机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这条耳机线呢挂上我们的挂钩。像这样子呢，我们把它固定在我们的扣夹上面。那接上我们的耳机，好，我们要听音乐，就这样子塞着。拿下来的时候呢，很方便，因为你不需要再拿下来，再重新把它卷开来，就直接这样放着就可以了。好，它的用途非常广泛。如果呢，我们在前面呢。再加上一节，像这样子，这种，再加上一节的话呢，延长它的长度。像公司的识别证，好，这样就非常的好用。不光只是识别证，像名片、悠游卡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。像我们在展场啊或怎么样的时候，都非常的方便来使用。像这个我们耳塞呢，我们如果直接把它挂在延伸的绑带上面呢，它也非常的好用。好，像这样的我们直接挂在上面。像这样子呢，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你不要用的时候呢，只需把它拿下来，好，根本也不用拿铃，就直接把它挂在上面，好，这样子很方便，也不会弄丢。好，如果我们需要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绑带呢调比较短，好，这样子呢就可以防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不小心眼睛会掉落。好像这样子，好像我们一般在厨房、在浴室里面，哦，我们的厨房纸巾、哦，卷筒卫生纸或者是杂志呢，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条绑带，哦，利用简单的挂钩，我们就可以来使用，好像这样子。或者像杂志，哦，我们的杂志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挂在这上面，哦，都非常的轻松，然后我们随手要拿就可以拿得到。